TEQ classroom activities on video presented by the Asia Society. Hello, I'm Mr. T. Hi, I'm Miss E. Hello, I'm Miss Q. Looking at photos of a past trip is an instructional activity to introduce and practice a sentence structure for talking about a past event. That's an important activity. How did the teacher go about it? Did she give English explanations or English translations? No, she didn't use English at all. She did this whole activity in context using Chinese. Great. Let's see some video clips. 今天赵老师给你们看赵老师以前的三张照片。赵老师以前的三张照片。那赵老师有很多的句子条，每一个人我给你一张句子条，然后呢，你要看一看，这是第一张照片。如果你觉得你的句子条是在说第一张照片的话，你要把你的句子条贴在第一张照片。 如果你觉得你的句子条是在说第三张照片的话，你要贴在这儿，懂不懂？懂吗？懂。好，那我每一个人给一张句子条，然后你给Anton和给Jake，然后你给他们。来，这儿。 我想请这边的同学，你们到前面来读一读，说一说你们觉得这些句子是不是在说第一张照片？好，你们来，你们来。每一个人读一句，来，Robert读这句，Robert。这张照片是在纽约拍的。你觉得是不是在说第一张？是不是在说第一张照片？是。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是不是？是。好。然后张森，这张照片是一个路人拍的。一个路人拍的，你们觉得是在说第一张照片吗？是。是不是，Justin？是。然后呢？这张照片是在十二月拍的。这张照片是在十二月拍的，为什么？你们觉得为什么 ，Abby？ 因为他们穿冬天的衣服。下一个，我们来看第三组。好，这个来，第三组。好，Dimitri先说。张老师是17岁的时候参加这个舞会的。 你们看一看是不是在说第三张照片？是不是？是。好，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舞会上拍的。是吗？是不是舞会？第三。同意不同意？同意第三张，同意。这张照片是在学校里头拍的。同意吗？依兰。同意。还有呢？还有来。 Simon 来说一说，这张照片是赵老师和大学同学在一起拍的。你们同意吗？这张照片是赵老师和大学同学在一起拍的。你们同意吗？同意不同意？同意。赵老师的大学同学，可是看一看。不同意。 怎么办？赵老师，我们刚说你们同意说赵老师是17岁参加的这个舞会，然后 Simon 说这张照片是赵老师和他的大学同学，那你们同意不同意？为什么？谁可以说一说？谁 ？Ellie， 因为你是17岁的时候，你是拍的这张。 拍的照片，所以你不可以去上舞会和你的大学。所以
这一张我们应该不应该放在这儿？这一张我们应该不应该放在这儿？应该吗？应该放在这儿还是不应该？那应该放在哪儿？应该放在哪儿？看一看照片，你们觉得应该放在哪儿？照片。哦，谁来放？谁来贴？第二张。哦，第二张照片。同意吗？同意。好。So, 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句子 ，OK？ 这些句子，这个是赵老师三年以前拍的照片，这张是赵老师上大学的时候拍的照片，这张是赵老师上高中的时候拍的照片，他们都是在说以前的事情，懂吗？以前不是现在的事情，不是现在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句子，一个句型。我想让你们看一看这些句子里面，这些句子条里面都有一个句型，都有一个句型。我想问问你们是哪一个？你们看一看这些句子里面都有一个句型，这个句型是什么？看一看，这张照片是在纽约拍的，这张照片是一个路人拍的。这张照片是在十二月拍的，这张照片是赵老师和家人在一起拍的，这张照片是在冬天拍的，他们都有哪个句型？是的句型呢，是来说以前的事情。我们可以不可以用是的句型说现在的事情？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是的句型是在说过去的事情，以前的事情。那我们要用是的句型来问问题，我们也要用是的句型来回答问题。那我们怎么问问题？怎么问问题？看赵老师这儿呢，有很多的疑问词。看一看啊，有很多的疑问词。我想让你们想一想。你们想一想，没关系，放在这儿吧。我想让你们想一想，我们看这个句子。好，我们来看一看，这张照片是一个路人拍的，谁可以来试一试？谁可以来和你的朋友说一说？哪一个词？哪一个词？艾莉来。非常难，艾莉。这是两个词。好。OK， 我们怎么问？怎么问？一起问。这张照片是谁拍的？好，我们来看第三个。这张照片是在十二月拍的。这张 ，Jalen， 你该选哪一个？对吗？同意不同意？同意。好，我们来一起说一说，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我们呢，也要用是的句型来问问题，我们也要用是的句型来回答问题。是的句型，我们是要强调句子里的一个部分，强调句子里面的在哪儿，强调谁，强调什么时候。我们大家问心理问题，我们用是的句型来问心理问题。好，大家来问问题。看一看心理的照片，生日照片。给 Catherine。这张照片是你几岁的时候拍的？这张照片我是九岁的时候拍的。晒，这张照片是在哪儿拍的？这张照片我是在我家拍的。还有没有问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这个。你是几岁的时候这张照片拍的？拍的。
拍的这张照。拍的。这张照片我是九岁的时候拍的。现在你和你的朋友拿出来你们的 iPad 或者是电脑，然后给你的朋友看一看你的生日会的照片，然后请你们问对方用是得句型来问和回答，来说一说你们的生日会。好，快点快点。我们来请两位同学来前面来说一说你们刚才聊天，再说你们的生日会。好，谁来？谁可以来？ Ali 和 Catherine。 这张照片是你几岁的时候拍的？这张照片我是十六岁的时候拍的。天气看起来很好。你的生日会是什么时候开的？我的生日会是八月二十六日开的。这个开生日会的地方很漂亮。你的生日会是在哪儿开的？我的生日会是在我的家开的。这些冰淇淋看起来很好吃。你们在哪儿买的？是在哪儿买的冰淇淋？我们是在Shoprite超市买的冰淇淋。你的生日会有很多客人，客人们是怎么来你的生日会的？客人是坐火车去我的生日会开的。是谁写的邀请卡？是我的妈妈写我的邀请卡的。你的生日蛋糕看起来很好吃，是谁你的生日蛋糕烤的？我的生日蛋糕是我的阿姨烤的。好，非常好，非常好。然后 This video activity is really helpful.It showed us how to teach grammar in context without using English. I could see that the students were gaining accuracy in using the new structure for talking about photos. Teaching grammar in context can make the abstract rule become concrete and connect it to the meaning directly. It can also help us reduce the use of English explanations. Yes, indeed. See you again in the next episode. Goodbye.